料大白深夜闯入一旁还是未搭好的建筑材料，两名青少年大啦啦走进工地，还拍起 TikTok 影片。地点就在 NBA 洛杉矶快艇队的新主场 Intuit Dome， 施工到一半被屁孩锁定，乱跑投篮做屋顶，样样来。Oh no, that's dangerous. Yeah, that's dangerous. Cause oh yeah, no, that's not cool. That's dangerous. See, in that particular section, you gotta have a harness on.So, I mean, they could lose, see, they playing around, but they could lose their life. 这些危险影片在网络疯传，部分甚至一天就破90,000人次观看。但看在专业人员的眼中，青少年的行为简直就在玩命。当地市长强烈谴责非法入侵，警方透过监视器调查，因为同一批人为了好玩点阅率，也曾大闹 MLB 洛杉矶道奇队球场。最近，洛杉矶不少地区废弃建筑都被年轻网红当作挑战拍片的地点。这座即将在六月落成的体育馆成为最新被锁定的受害建筑。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